款的，我嘛无法度治你，你十三四亿啦。但是我先家己2300万人的先创好啊。感谢呢，我也无想要管你中国啦。迄是你中国，我唔得卖厉害，我学袂爱，再个中华民国一直学袂爱。啊，中华民国就甲无关系啊，甲台湾根本就无关系啊。你若唔相信中华民国甲台湾的关系，你佫大家佫去编历史，仔细去研究去看。中华民国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，唔能够有这个政治佬啊骗。我咧讲的是中华民国下骹的政党，安尼讲较紧，对不对？我并没有偏颇哪一个人。中华民国就是不应该存在台湾，它是妨碍台湾经济成长最大的阻碍。台湾行不出去嘛，对不对？无你中华民国申请讲要去联合国看看。这政治人物跟你讲，我们有多大的困难，我们有怎样，死有咱老百姓。啊，结果呢？你看习马会，他现在说我们过去中华民国本来就是在中国，啊，你台湾呢？怎么办？跟着他过去吗？你也看新疆、吐蕃这两天台西话了，人是咧争取什么？争取独立啊，因家己的自治权。啊，我问你，台湾你还不争取吗？你家己也搁无要清楚吗？咁是安尼，你看到最近的加代龙尼啊，小小一个国，人伊嘛要，伊嘛要争取公道，争取独立。当然要做一个国家伊有伊的条件。咱台湾经过70年，咱绝对有法度用2300万家己的力量来打拼台湾家己的经济。咱台湾人讲一句话，很多发明奖，全世界金质发明奖，讲一句话，咱拢摕金牌呢。拢摕金牌奖呢，咱摕个南瓜很多呢。我请教你，咱台湾敢无做一个国家的条件？绝对有诶嘛，对不对？你若依附在中国下面，因是十三四亿人啦，那调到你2300万人出头，咁是安尼？大家爱识分清楚，想清楚。因为咱第一，咱无其实台湾人没有种族歧视。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文化，多元政治的文化，起码是去学这个中第一台湾的中国人，因这优越性跟台湾的政治文化带偏去。你看看美国，人伊按脱离，伊按英国脱离出来，对不对？伊英国按英国独立，因起码讲一句话，所有世界人种拢入去美国，大家拢嘛是 America， 我是伊是美国人为傲。更有人讲伊是英国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讲。